剪驼绒时放倒一分骆驼，一般需要四名以上男人将它放倒，一般都是由有经验的老手对其进行剪驼绒，这样才能保证骆驼的皮肤不受伤，还能把骆驼的驼绒完整的剪下来。今年驼绒的价格还算可以，平均每分骆驼能产3公斤左右的驼绒。我们家有500余分骆驼，今年也给我们家带来了很好的收益。